We are living in an hour where God once again. 我哋而家系住喺个时候啊，系主再一次系预备佢嘅基甸嘅军队。主系俾紧我哋一个嘅策略，系可以带嚟得胜嘅。而呢个嘅策略就喺基甸嘅故事里边，当佢哋去打破手中嘅瓶，左手攞住火把，右手攞住角嘅时候，佢哋面对。迷天人，我哋就系嗰啲嘅瓶，依嘅樽。我哋系有神嘅形象，有佢嘅眼喺我哋当中，系嗰个有火焰嘅眼，系就系当法老去追击以色列人嘅嗰个嘅眼。而呢一个嘅目光咧，系让到埃及嘅军队四散。而呢个系会再一次发生。当我们成为那些打破的气瓶的时候，我们是会发出这种的烈焰，是在这个时刻是会叫仇敌四散，我们就会成为这一班人，让我们能够反照神的这种眼，我们要去发出这个的敲叫，我们去发出神的气息，是神的圣灵 Ruah， 是让到枯干的骨再一次复活，是在一个愚民的军队是正被兴起，而你和我都在当中的一部分，而主是会得胜的。